俏皮可爱的泱泱，猜猜他在干嘛？我在用吸尘器啊。1.4公斤，手感轻盈，扫除轻松不费力，极速涡轮增压技术创造强劲大吸力，搭载6颗 LED 照明灯，床底暗处角落各种脏污都能一网打尽，让你最后一刻依然轻松优雅。日立极轻刃超吸力无线吸尘器，现在就体验。Hitachi。OK，欸，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说，是不是只要谁送你的衣服多，数量多，你就会穿他的衣服？倒也不是这么讲，因为我跟你讲，你已经8个外景穿蔡哥了。你听我讲，哎，我少将，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靠药来，我跟你讲，你先不要吵。好，你先说。今天朋友送我们任何东西，就是一种情谊，所以不管送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要给大家看一下，说，你看，蔡哥做的衣服，人家给什么，我们吃什么。送什么我们穿什么，拿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这个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们今天来吃一个午餐，中午餐，对，一个很特别的人选了一家很特别的店。对，像平常像这种店呢，一般注意用词，我是比较不会去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比较偏年轻人的倾向，没错，所以当有人介绍这种餐给我吃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因为算是未知的领域。对，很多人问我说台哥成功的秘诀，我觉得就是台哥是一个敞开心胸的人，一定要。像他自从吃过浩浩介绍他的薯饼蛋堡之后，他每个月都会很想吃。怎么了？我想都不敢想，好不好？太美味了，太美味了，想都不敢想。今天来这家你放心了，他是属于比较正统的，没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吃还是歧视，最主要是交朋友聊天。这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呢，我也有一阵子没有见到他了。听说曾经跟你有过几面之缘。哎呀，当然，我们还一起，就好像是不是唱过歌还是什么？哦，我听过他的歌了。哦，一起鱼仔。好了，那我们要进去，他里面已经恭候多时。来，我们要这个跟鱼仔好好的吃个饭，吃个饭，好不好 ？Check it out, OK, 陆光中 ，Yes。晚霞灿烂照着我。一头蒲公英飘过窗口，就在小镇的街头，数着路灯，我一个人走，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太多的困惑。哇，很久不见，嗨，大家好，好不好？太久不见了。我先问一下，你就说台哥刚才上面说过去曾经有跟你合唱过，有做的事情，是不是？是你唱了，我不在旁边听，你在家里合唱，跟着哼这样子，对不对？这是歌迷朋友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好不好？今天呢，没有想到可以跟广仲一起好好的来吃。你先跟广仲好好聊一聊，你一直看菜单干嘛？我先问你吃什么？我说你平常很少跟这种就是乱七八糟讲话的人接触，对不对？最近比较少跟人讲话，真的。因为我最近在录专辑的时候，我最近都第几张专辑？第6张，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所以这次是跟哪一种鱼类有关？对鱼，哦，是猫还是狗？喂，目前还没有出现食物。所以广仲之前那个修来修去是在你眼中是食物，你说没有跟任何食物有关，跟动物有关。鱼仔是吧？食物，食物，有时候吃点一点。喂，好了，那我们让照规矩广仲点一下。好好好，我不影响你哦，我真的不影响你。你平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而且我都是听你的推荐，好不好？那我们就既然来到这，那对今天的生蚝有什么？今天是南非的劳力士。哦，劳力士是一种手表。那像南非劳力士的话，它的特色就是说甜度比较高，然后带一点奶味 ，creamy 的感觉。啊 ，creamy 的。对，那口感比较清脆。那爱尔兰二号呢？爱尔兰二号的话是它的大小。那这个爱尔兰多元零号呢？零号为什么熟？啊，那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吓我一跳，什么多元零号？乱讲什么？所以它是每双数跳个号这样。没有，它一号。你还有？有一号。不要讲那些。没想到，马上又是工商时间。
安全记录时尚带着走，轻松有型就在安全帽上，替你捕捉每一个不经意的画面，画质清晰，续航力高达两小时，同时支援 WiFi 影片备份，未来还可以扩充后镜头。这就是 MIO MyView N797。你是谁？你问我是谁？我是麦卡贝鼎鼎有名的业务 Jerry。还有什么？哦，招牌牛舌卤肉饭。哎呦，这个高级！哎呦，这个厉害了！高级，高级，高级，高级！我跟你讲，他一讲一种就哦哦，那我们就来个招牌牛舌卤肉饭喽。这个高级，高级，为什么？高级，因为他就是很随意的这样一点，就是就点到了一个人的内心，就这样。哦，对对，这个是你的心头啊！你先闭嘴，还有更闭嘴，闪远一点。对，对啊，哎，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你会不会想吃一个酒蒸的那种哦大蛤蜊？你会不会想吃？你都不想吃，会有时候会吗？对对，有这个感觉。有，就是这个时候。对对对，今天刚大蛤蜊，今天刚好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很开心他来，好不好？而且我很喜欢他的歌。我跟你说，今天每一个综艺大哥都说，哎呀，特别欣赏广仲。我不是特别，你只要能唱出一句，我就算你真的喜欢他。我跟你讲，我就唱一句哦。来，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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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我想法那么对呀，对呀，对呀。喂，确实吧，这一整句都是这样。喂喂，好不好？你是会唱个修来修体吗？不是这样。修来修体，我的修来修。不是这样子啊。哎，那是不是要配一些饮品？就是因为我小时候都跟我家人一起吃饭哦，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食量是正常，是正常的。但我后来出来走跳发现，我大概是0.3个成人。这是有那个沙瓦，这是有酒精，微酒精。所以等下不能骑脚踏车。所以你平常是骑脚踏车上班？对，比较常骑脚踏车。我先跟观众解释一下。很明显，这都是没有点到的菜，因为我刚刚看了，我发现广仲吃的少。那台哥跟我很饿，我就请阿良把所有的招牌菜全点。啊，太贴心了。对，这样广仲都可以吃一点，吃一点，都尝尝，都尝尝。会不会你吃完这两颗就饱了？有危险哦。加大冰丝。哎呦，哎呦，厉害哦！哇，来一碗白饭吧。我靠，这个做得好哎。有油。对，有油。不是你形容一个美食，不是说有油，你跟我说，我们都知道这都有油。你看，你突然说，有油，有油的意思就是广东意思有油，他觉得口感很好。哎，这个鲜嫩多汁，有油 ，juicy 哦，它是这样的意思。我可以理解。油油的是，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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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吗？因为我有一阵子在研究那个营养学，是，然后就发现其实油，好的油对脑很重要。有一阵子我就是追求很油的食物，比方说什么样的油？我就生吃奶油，然后那个奶油就会挑，譬如说哦要法国进口，因为法国的牛是吃草的，所以他们的奶油有 omega 3。我们的牛是吃什么？不是啊，有的牛吃的是饲料，混的饲料，它不见得100%是纯草。但是你这样整个月相下来，吃完这油，你脑子变好了吗？有清晰的，其实有会觉得比较精神。真的假的？真的。所以你每天只吃油？我有一阵子可能这样一块很厚的奶油就是我一餐。一餐。死过瘾。而且广仲对于美食的执着比较少，所以他可以。
很配合那个计划去进行，我可以很科学的去做这件事，很科学的列出美味这件事，很屌。比如2045年发明了一种餐是全胶囊的，可是把你人体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还可以帮你特别强化，有人想要强化大脑，有人想要强化肌肉，那你可能选择大脑吞那个，你 OK？ OK， 我这个非常值得。Oh my god！ 我点这等这件事要干什么？Oh my god！ 爬山的时候 ，Oh yes！Oh my goodness， man！ 这个以前哈，我还在吃生食的时候，我是啪六颗全部吃。大豆腐我们没有点哦，我们没有点，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点吗？我没有点，我们是不付钱的，这是什么意思？招待，招待，招待其实是可以。大哥，我跟你报告一下，你是太现在目前整张桌子上面都是你没有点的。不是你这样太客气了，你什么招待这样子？哎呀，何必呢？我们这不是这种人，有什么要招待的尽管拿下来。谢谢，感谢。假设你今天要世界巡回演唱会，要总共巡回一年半，公司可以让你携带一名厨师跟着你一起，你会带，比如说他中华料理特别强，还是日本的板前师傅很会捏寿司？因为我对吃这么没有要求，所以如果为了要帮公司省预算，我就会说没关系，不用请这个，可以把这个钱去多请个乐手。那广州你要吃什么？就拿出一盒 B 群吃这个，跟鱼油。你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这样的冲动过？你总不会跟你的朋友讲说，哎，我们今天去吃维生素 B 群吧，哎，我知道有家鱼油很屌，你先来2颗。他其实他是一个生化人，我跟你说，健康人好不好？什么健康人？我以为他是生化人。现代问题用现代手法解决，他是科学办案，科学进食。那所以说你会做出《鱼仔》这首歌，是因为你看到鱼儿逆流而上。那时候刚拍完那个剧《花甲》这个剧 ，OK， 对对，花甲，对呀、啊，他们跟我说，啊、可能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就要交出这首这个剧的主题曲哦。哎、欸，你不会生气哦？对啊，人生嘛，就随缘啊，好很好的人呢，对啊，随遇而安，对，随遇而安，比较喜欢道家的思想，该柔软的时候就柔软，不吃东西的时候也可以不吃这样。通常该柔软的时候柔软的，下一句是说该很坚定的时候我也会很坚定。我跟你讲，你要学习一下，要广州负责任。一个男子，你不要讲了，好像我很不负责任，好不好？你每天都在录，每一个都是我在想。你看，这就是正常的反应。你看，像反过来，我问你，我说，广仲，你要负责任嘛？你这歌你怎么没有写出来？好，我现在拜了交出来。我喜欢你的态度，因为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OK 的。那所以说，你会做出《鱼仔》这首歌。平常你还是有运动习惯？平常会跑跑步啊，骑骑脚踏车什么之类的。太极拳，哇！你在练太极？太极拳有帮助吗？觉得有，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移动式的冥想跟气功。所以打太极拳的时候要就是要冥想，因为你要很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它其实就很像是冥想，动自己。只是它会搭配一些动作 ，meditation。然后你在这些动作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自己的身心是可以逐渐放松。我以前不太懂放松，我现在懂。你现在很松，我现在很松，不灵。哎，我讲过一个东西，那你后来会开始创作音乐的契机是什么？是因为我出车祸，脚断掉。哎，大一开学一个月左右，我脚就断了，就出车祸。那一年刚好 YouTube 刚开始有这个东西，然后我想哇，这太好了吧，有免费的其他教材可以看，真的进步比较多，就是脚断掉之后。就会觉得你这会让很多年轻人，他会把自己的腿打断，开始想当一个歌手。他可以学习广众的精神，但是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腿打断。不一定，不是不一定，是一定不要。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音乐，是因为我妈妈她很喜欢音乐，但是她不会，她就是每天在家就会听电台，然后我阿妈就每天都唱。闽南语歌，稍等一下，我们在讲这么感性的东西的时候，当什么故事？没关系啊，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好，你说。那我们这样吃下来就知道。你这样子把我整个主持人架空，这样没关系，我整个在旁边被架空掉。我跟你讲，整个挂掉。没事，司马昭之心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有 Q 狼子野心。听我说，你讲，听我说，我们刚刚聊了一半，我还故意 Q 了你吃一个鸡皮。
这还是你 Q 的，对，我难道不会 Q 吗？我还何能？我是听我说，我听我自强、啊。听我说，我现在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这样跟广仲吃饭下来，就会发现广仲是比较，你不能说他腼腆，他就是比较 peace 的一个人。你怎么会想要去演戏？演戏是一个很外放的。这个本来是要我问的，我在 push 他，没有等我 push 他问。哎，那你为什么过来他会去演戏呢？啊，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空档，我就想要搬去一个台北跟台南之外的地方。就在我要下这个决定之前的左右，然后刚好就那个剧组导演就来问我，哎、欸，就觉得蛮好玩的、啊，很好，而且都是新的体验，因为没有真的演过戏，然后进去剧组的一切啊，摄影啊，灯光，就觉得哇，这是跟音乐工业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在演戏的时候，我是蛮开心，到每天都好像在上课。这道菜哈、啊，肯定是这里的招牌。我来尝尝，这青龙椒还不好拿的。哇塞，嗯，高速吸尘器。哦，所以广仲的想象力很好，所以可以想象很多情境。脚断掉的时候，想象力可好了，环游世界。小华同学他们现在夜游到底会遇到什么东西？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难怪你会想要那个摄取那个就是对脑子有帮助的东西。那人家有一说吃糖对脑子有帮助，他说大脑全速运转的时候消耗的卡路里很惊人。大脑全速运转的时候，那我很清楚，我大脑没有全速运转吗？还是说工作量太？没有啊，我觉得我没什么工作量啊。你不要乱讲啊，台哥每天都在拍。我每天在拍没有错，但我觉得还好。以前的工作量实在太恐怖。我是57个钟头没睡觉。我所谓没睡觉，是没有躺在床上真的睡觉。就假寐那样子。假寐大概都是不会超过1个钟头。很假的假寐。假到惨，就这样。大兵都跟你了。那有一把剑在他旁边，他准备出去杀了。古装剧。哦，我跟你讲哦，很久很久熬夜，睡觉就是那个我的床其实很硬。你睡下去是这样，什么叫石沉大海？是这样，就睡到什么时候起来不知道。然后起来的时候是这样，这样，是这样的，会发出声音，会啊。你们都不睡觉的原因是因为他为了在那个时间内把你们全部逼着你们演，赶上档啊。你有没有看妆掉了一块，整个这样剥落？有一位很屌的明星，谁？哪位？不能讲，这不能播。他演我太太。连你太太，她也都没睡，都没有睡啊。那什么姐姐？两个字是同样一个字。慌慌。姐，姐老婆。哇，你的脾气真的很屌。太累了。这样子真的很快去了。很温柔。真的哦。真正袂动诶。这应该安尼是袂使。我说你拍戏时候那么恐怖吗？可能有一场戏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有一个镜头是这样，你讲完话，然后讲换你讲，然后再换我讲，然后我讲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然后我讲，然后又回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就已经睡着，因为我没有反应。然后导演就这样，王仲怎么没有反应？他睡着了，导演。然后我说，这是哪里？然后我再讲再一次。王神对不对？对。当年没有讲，当年是这样，比方说今朝举清歌，他是这样。5、4、3、2，啪！躺下喝的人不是讲前一秒还睡，咔！来，倒数5、4、3、2 ，camera， 啪！还不给本府从实招来，咔！就是这样，你今天有一个创举，你从台北走到台南，你走回台南，中暑症，中暑11天。你走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靠北，就是想要放弃，不想干嘛这样？对，第一天呢、啊？第一天为什么？第一天是因为走到台北要接桃园那边，然后就遇到一群野狗，超多，然后刚好是山路，要经过野狗的时候，就是关键就是不要跟他们对眼。就是他们在那里就这样，好像那边有很多东西，这样你就然后同时你就前进，就没事，对，不要跟他们对眼。我几个野狗这样，我问你，囡仔哪有拢无爱讲，点解迄种较好看较青，我也无对伊安怎，啊是安怎伊安尼行过，看起都唔敢甲阮看起。他会不会有小弟说大哥要出手吗？你觉得，我观察一下。大哥一照片呢，要追吗？好，买，不好意思。我问你狗为什么手会这样？狗
他说 Yeah, peace。后来他们好像发现我的路线，所以他们有一些人会在路上给我一些饮料啊，补给品那种保健饮料啊。后来背包的总院打开，里面都是。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一个干妈店。你整个背包里面都是饮料啊。对啊。那如果你走一走，你忽然看到草丛里面有两个阿兵哥的。不要再讲以前我们这演习的事，不要再讲这些东西。我们在演习的，那拿着枪这样，阿伯就现在开了，不不不不不不，阿兵哥，要吃吃两个哟。没啦。阿兵哥，吃吃两个，我吃过红茶呢。啊，我先生，吃了冰棒无？要吃一个无？啊，阿伯，跟你讲，你拢无要插啦。阿伯，你这番先莫讲啦，我连面叫你阿去，拜托。无啦，恁这拢预计，我煞唔知。你那演戏呢？你那跟阿伯交关解去，安怎呢？这样子。然后你阿伯，嘣，哈啦，你跟阿伯交关解啊，我吃好有啦，嘿。啊，你要吃啥无？要吃粉无？好吃粉啊。买了啦，就这样。啊，真的有人会演戏到一半偷偷跟他买吗？会啊，我们就有买。而且他是先坐在那边这样看，白定无贴啦，白定也无路拢无在看啦，免惊啦，先卖讲，你稍等一下。好啦，讲到重点了。现在才讲到重点，讲到重点就是广众现在讲一下专辑。专辑，我们都是这样的。先是先讲了很久了，还没讲到专辑。终于要讲专辑了。好了，开始要讲专辑了。大家注意听，最后只播这一段，前面都剪掉。都剪掉。专辑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也在做一半了，可能十一二首。好多哎，厉害哎！我同事就说，我进录音室再出来就看到我又变瘦了，很强很强。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发单曲，你知道吗？然后搭配，因为八月演唱会嘛，哇，专辑就在演唱会前发，所以大家去演唱会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次合唱新歌。哇塞，所以那个体验，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对啊，然后这次演唱会的名称叫，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一场很疯狂的 disco， 狂 disco， 就希望那一天大家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一起嗨起来，生命这样交织，然后一起。小巨蛋这样大家 disco 一下，哦 ，it's it really impress me， you know， 很有主题设定，很有 view， 它这样刺激到我，我想小巨蛋，我想，你想小巨蛋，想去小巨蛋看他演唱会。我说你会不会某一种情况下，你会有一天忽然觉得说，哇，我这首歌好想邀请台哥当嘉宾啊，会不会？哎，这个就是难为，我们刚刚听完这个小蜜蜂的故事。有一首歌叫《小蜜蜂》。小，我在做兵的时阵，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吃不饱。可以找台哥唱台语的，台哥是本来就会讲。对的，有台语。哦，很，对啊，听起来很有会靠的。会靠这是兵诶。我混里面啦。他混里哦，难怪有一种亲切感。有亲切感。对，我本身是台南。哦。其实我这样台北走下来，我最喜欢你。我觉得他的演唱会，我看过他的演唱会一些那个。就觉得他这个唱歌感觉给人家怎么讲，很 relax， 但是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跟着唱。他的音乐自成一格，算是属于田园诗人型。嗯，其实你们两个除了食量有差距之外，对很多事情的概念其实有些共鸣的地方。很屌，我喜欢他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是让人家觉得舒服，这个叫什么敞亮、痛快。好啦，大家那个关注广众的演唱会。然后以及随即关注他新专辑的消息，好不好？锁定。那个会一首歌叫《小蜜蜂》，八月底的演唱会，卢广仲的演唱会，敬请期待。全新专辑，我的听了爽，我的病变给。说完呢，感谢，谢谢广仲，谢谢台哥，谢谢大家，耶、yeah。哎，广仲刚刚前面说他是一个很能顺应压力的人，比如说现在要搭配演唱会，你可能就要在。期限之内的专辑生出来，对不对？你并不会抗拒这件事嘛。但如果就是刚好有一些什么事情可能延后了，你会觉得说，你会这样吗？就再把歌跟节目做好一点，做更好，这样更多时间可以去这样。那如果跟你说，广仲，我们提早到七月一号演唱会。提安内哦，可以汤安内，用X姐的方式。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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